好，这样打个就坐。各位同学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，请大家就坐，谢谢。各位学员，大家阿曼，大家好，辛苦吼，一寒未？未吼，我伫遮吼，啊恁安尼话要寒时啊，搁家己吼，安尼开遮个钱来遮，啊，大家来探讨咱即个台湾个过去个历史。吼，有个人讲啊，蒋介石8年抗战，吼啊，即个台湾光复，吼啊，后即个新宪纪念日，种种吼，啊，咱今日是要来大家来探讨。吼啊，即咱过去所读个。咱拢是相共的版本啦，这版本你听有无？哦，你我大家拢相共伫迄个党国教育之下。哦，我阿未接近即个法律的论述进程，甲恁拢相共，哦，甲恁拢相共，思想拢相共啦。但是今日咱来探讨了台湾民政府会互你足明确。诶，即个答案，吼、哦、啊，首先吼、哦，我自我介绍，我姓刘啦，吼、哦、刘啊，名坤南，我伫屏东，我来自屏东，啊，今日去屏东吼、哦，出日啦，中昼出日，啊，来到遮落雨，气候差足济，但是你今日吼、哦，恁爱家己记诶。恁第74期的法理学院吼，74期恁爱会记的基数，恁爱会记的吼。啊，首先我要讲的，今我即节课就是咱近代的即个台湾的历史。吼，啊，较等的，因为我即节课是1点20分，啊，这40分我会讲这近代的历史。啊，头下半段我会讲寡法律。哦，咱进前即个副主席有讲。首先呢，咱要讲的吼，咱就是讲对即个1894年吼，即、哦这个甲午战争，这是较咱近代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若讲要。清朝的啦，还是啥物话？迄荷兰的时代，迄咱想过远吼、哦。啊，咱今着先改讲较近代吼。1894年甲午战争，即、這个甲午战争发生了吼，伊即个战争是3个月尔，足近时间足短。吼、哦，啊，即、這个大清战败，战败你爱知影哦，战败是爱个。割地啊，搁赔钱，哦，这马关条这是原文呐、啊。我若无看到这原文，我嘛也毋知影，是毋是？哦，啊，我早恁60几期啦，哦，啊，所以讲，这咱今日咱要来探讨，就是这，就是因为大清帝国，哈、哦，大清帝国大皇帝，甲大日本帝国大皇帝订合约。啊，我请问一下，遮听无台语的敢有？都有啦吼，安尼我就用台语来讲吼。恁、哦、这是皇帝甲皇帝所签的，啊，伊这第一款，吼、哦，伊遮拢总有11款啦、啊，这个4十关条的拢总有11款，啊，伫第四款吼、哦，有这个赔款的，这个赔20000。2万万银两，哦啊，7年分作8届刑，上半年度5千两，下半年度5千两，哦啊，这个7年当中刑到完。啊，即卖呢，咱对这个第二款哦，你甲看，就是讲将台湾甲澎湖，啊，佮挂一个辽东半岛，这个辽东半岛，咱等一下。去讲到这个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这个个时阵，咱来跟你讲，安尼间隔跟你讲落来，恁较清楚，因为咱今仔是初级班，
哦，所以讲较了解咱近代较基本的，恁爱对先基本的这法律的基础先建立。啊，那无，恁若无注意听，这一句话都唔对呀呢？你听无清楚就唔对去啊！哦，所以讲恁爱较用心听的，因为这若要像二八号要考军校吼，这考军校203条无好考呢。你法律若要读较足清楚。第一条唔对，下面你去考90分都唔对去啊！这咱等下拢会讲，我等下会甲恁讲。好、哦，啊，这伫1894年订立的这个马关条约，啊，伊签约伫1895年的4月17号，4月17号签的，5月7日生效，啊是上签的，来，这个。这是咱伊藤博文，就是明治天皇上好的助理，吼、哦、助手。啊，这个是李鸿章，这个是4月17号签的人，签约啊爱点高啊，因为咱有挂台湾、甲澎湖、甲因这个辽东半岛。来。这个是华山书记哈，就是咱第一任的总督、总督。哦，咱总督就是讲，咱迄阵是要殖民地，伊一定要派总督。啊，你若变做领土，就是派知事、知事。哦，这无共。啊，这个就是李鸿章的第二后生，叫做李金芳，因两个点高的。哦，5月8号。生效了后，6月2号开始点交，啊，点交是点交地，就是包括台湾澎湖36个小岛，哦，爱阁开船去点交，包括啊，未涨潮迄涨潮起来吼，啊，无看迄嘛是算小岛啊，包括咱的钓鱼台内底，哦，这拢总是，你甲想，咱一般。即有人住伫即个地境诶无？无啦吼，就是讲咱啊土地买卖，一般民间啊土地买卖了，就是爱吼、哦、去请即个地境来量，看界址到底，咱诶买诶人诶地是到底是四方诶还是长诶？吼、哦，爱是椭圆形诶、三角形诶，即拢爱去点高。你也想讲民间都安尼享详细啊，啊你而且国家甲国家。哦，这是点高伫这个嘉南外海哈，伫迄个日轮横滨湾内底，伊就是华轮啦，伫内底12:30点高完毕，哦，12:30点高完毕。来，啊，我简单哈，甲恁介绍，这个是咱的名字。天皇，哦，也是1867年到1月9日到1912年7月30号，这明治啊，这是年号，是这个年号。哦，你像隆重到今有120几代，伊第一代包括伊第一代神武，迄个年代，这是算一个明治啊，甲大正甲昭和，这拢是年号啦。哦，像咱今就是平城嘛，咱今的金上陛下就是明仁天皇，哦，明仁天皇，讲一个爸爸出来，哦，因这是拢天皇，拢一直延续世代拢是，哦，安尼大概有详细，然后我简单介绍一下，让大家了解，这是一个。基本上啦，基本咱的历史，咱爱稍微去了解一下。来啊，这个1937年4月1号，这个4月1号足重要诶，哦，这个是皇民化，因为伫这个咱交割了吼，6月7日交割了，是半个月开始施政。哦，啊，伫1905年到1915年这10年的当中。哦，开始对这个哥沙开始征服，
到1915年，才开始建立这个主权。咱台湾这块土地，当有一个主权，哦，这是明治天皇间建立的，哦。啊，这就是这个内地延伸啦，哈。1937年4月1号，这4月1号，柯滚秀一点刻，哦，这就是实施皇民化。来，啊，啥物又叫做皇民化？皇民化的意思就是讲，互咱去学习伊的语言，哦，啊是一寡咱的生活习性，哦，会当互咱和咱的因的性命，哦，像讲话年岁较济，恁就会知影，恁的咱的时代人话拢学做啥物米。哦，啊，菊米啦，还是啥物梅子啦，哦，还是啥物菊子啦，啊，查甫啊，这或者摩尼，迄拢是本名，包括咱芝麻、所有，哦，像讲咱啊，像讲真寒人啊，你若讲热人吼，啊，做工课忝忝，哦，啊来点啊，灌一罐啊米露，哦，来啉，哦，这叫做，咱这个螺丝起子。就是叫做罗赖吧，吼罗赖吧。啊，这个卡车叫做拖拉机，吼、哦、这阵啊少年啊全唔知影呀，哦啊，这就是这个皇民化的艺术，哦啊，这个收音机，咱即马叫收音机嘛，啊，卡早叫做来机哦，吼来机哦，吼啊，比如，哦，咱讲的是即马拢讲啤酒啦。哦，啊，即嘛就迄就是较早叫做秘鲁，啊，那机车，哦，奥多拜，啊，恁即嘛咧讲诶，都唔是啊，哈、哦，啊，即为一寡伊迄个生活、生活诶迄个语言，无形之中，咱就安尼讲，啊，即就是皇民化艺术，哦，皇民化艺术，哦，啊，甲即个，咱咧做水电咧用诶，喷剂，哦，喷剂。呀，迄就是，哦，这叫做整个皇民化。啊，这个咧，这就是嘉南大郡，这足少人知影。嘿，对，咱的较早吼，咱也是拄啊讲的版本，就是无读到这啦。拢读起啦，去讲到中国的什么城啦、啊、什么河、什么江，大家都背甲足清楚啦。只有这个背袂清楚。啊，咱所有较早伫台湾这块土地，唔是像今安尼呢，是伊迄阵伊安尼建立。你啊看从嘉南，迄嘉南大郡规个水啊，对乌对乌山头来，咱到江河的这个储水量呢，这个工程是边这个。万里长城，加当尾骨都背呢。哦，这下大致上就是安尼。哦，啊来，即马就是这个1941年10月7号，第二次的这个大东亚战争开始，唔是日本天皇发起的，是伊的首相叫做东条英机，这个就是本人。哦，发动诶！伊伫12月7号开始对日本海啊开始开到太平洋，要到12点钟诶时阵，伊才开始发布。要战争是按两国同意。哦，你若是拄啊一国开始，伊要战争诶时阵就直接拍，无发布这个战争，安尼是算作偷袭。这爱受到联合国的处分，哦，所以讲伊较巧，东条英机足巧的。伊为何？其实恁华人吼，咱受到这个教育，拢是全咱读的拢是假历史啦。基本日本人唔是足啥物足阿爸的民族，为甚物在发动这边的战争？这就是1922年的这个华盛顿军事条约公了无好写。这个军事条约有五个国家嘛，英国、美国，啊，加这个苏联、加意大利、
甲日本，伊当初时就是讲这个整个舰队，东条英机是要用八八舰队，就是八只的巡航舰、甲驱逐舰，哦啊，甲航空母舰有五只，哎，结果美国白讲你亚洲吼，只较细，你三只就好。啊！即东条英机就讲，啊是我较细啊呢，我是安那还要三只呢，啊所以讲伊唔听话，一定要甲做，给做袂过落只，结果受伊经济制裁。啊！你经济你该限掉的油，哦，甲一寡遐大豆油米，遐主要的粮食啊，你拢该控制掉，日本就袂叮当啊。啊，所以讲东条英机也发动这边的战争。是由伊来发起的，甲天皇无关系。哦，所以讲咱较等下看，诶，讲到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拢总内底有27条，无去处分到日本天皇，还是落尾伊是用绞刑。哦，东条英机是用绞刑。来，这是联合舰队司令356，哦，下面这台就是伊这舰船。来，为什么我特别写奇袭珍珠港？啊，咱较早读的拢是偷袭珍珠港，对不？哦，这个偷袭都未使，奇袭就是讲我驶来到尾到伊的所在的时阵，我当甲发布。啊，迄天十月七日多好礼拜，你若去看到这个影片吼，这个伊遐是写偷袭珍珠港啊，你记未？伊迄个东条英机，伊个日子是伫初五掀开，初六甲裂掉，迄天就是初七，伊初五就开始开啊。因为你要到日本海，要到太平洋啊，要有两天的时间，哦，要有两天的时间，所以讲日本人头壳拢会较巧。哦，啊，这是轰炸，去轰炸的时阵，伊起先去哩到这珍珠港的时阵哦，伊无直接轰炸，伊去。珍珠港的时候，伊射一连，先射一连，就是看你的军舰、你的油库、你的舰船伫底下，倒转来当轰炸。哦，这就是轰炸，伊这个军港的迄个经验。哦，啊，过来，咱较早，哦，像阮爸爸迄个年代，阮爸爸83岁啊，因较早讲咧走米52，吼，就是讲咧米空袭啊。哦，美空袭就是这個，哦，啊是，唔是日本诶，唔是日本来炸咱诶，唔是日本，是美国诶米52轰炸机，哦，啊，这个就是，这就是总统府嘛，哦，总督府，唔是总统府啦，是总督府，因迄阵咱是殖民地，所以讲也派总督，哦，啊，这个哈。哦上重要的就是这个，因为这是昭和天皇下的诏书。为什么在1945年的4月7日，浙江咱台湾民政府接到捐款，浙江就是行宪纪念日，不是今嘛中华民国的愚人节哦，你也听好哦。1937年的4月7日。和咱方民化，恁为人介少，咱可能咱的江苏唔在讲到无？4月7日是日本足重要的日子，伊的国会、伊的学校、伊的公家机关，拢伫4月7日开始上班上课，这就是伊的会计年度，哦，会计年度。哦，所以讲，伫浙江，这就是诏书啊，定义就是圣旨啦。下诏书就是定义圣旨，比宪法佫较大，伊个位阶上悬的。哦，位阶上悬的。哦，啊，就是因為你若伫浙江，伫1944年的进前，咱也是导航，歹势。咱真可能就无坐伫遮呢，都是要挂药，中国嘛不一定啊。哦啊，所以讲就是天皇
这个昭和天皇下诏书，哦，予咱伫有参政权甲参战权，啊，这等下咱来讲着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咱属太平洋战区，哦啊，台湾高沙义勇军，咱当这时，因为咱毋是公民，哦，咱伫1945年4月初进前。天皇阿未下诏书的进程，咱是拢用高沙义勇军，吼、哦、义勇军，未当讲成为皇军，公民代当成为皇军，吼、哦、啊，咱伫浙江以后了，伫4月初了，有予咱这个参战权甲参政权，参政权吼、哦、有派三个伫这个国会的。议会内底，哦，一个就是柯炳，啊，第二个就是兼龙山，第三个就是林献堂。伊伫迄内底有实施开始开会了，正式成为咱伫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了开始征兵就变皇军，阮三姑嘛伫全国神社内底。哦，伊是做海军的。哦，啊，这个1945年8月6号，美国投下头一个原子大弹，这粒叫做孩子，原子大弹的名。哦，啊，第二粒是8月9号，哦，这粒叫做胖子，原子大弹的名，嘿。哦，啊，这伊是爆炸的这个情形，爆炸的情形。哦，这陷落吼，当啊伫东，这两粒陷落就死将近到尾30万人啊，20几万人。但是伊迄个辐射，迄、那个辐射的迄落也阁无算哦。但安尼倒下这两粒就死将近到尾30万人啊。哦啊，所以讲。这个天皇，伊伫1945年的8月13，伊就是家己伫迄来自学会惊，家己伫啊，伫想讲要安怎来宣布这个投降。啊，所以讲伊伫8月14经过国会、议会开会通过，所以讲伊伫8月15伊来宣布，伫这来自学家宣布，吼、哦，宣布无条件投降。哦，啊，这个就昭和天皇，这个就是麦克阿瑟的本尊。哦，当初是伊，唔是伊发动的，所以讲伊嘛甲孟加沙将军甲会失的。哦，因战争是足残酷的，这个事件。当啊，伫这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美军死40万人，受伤的80几万，啊，死将这。哦，啊，这是这个旧金山合约哈、哦，在签的，诶，这个情形，这个过来一张，哈、哦，这个伫这个9月2号啦，9月2号，这个是蒋介石嘛，这台是伫密苏里见，这个递投降书是9月2号递投降书，伫这台密苏里见内底，这个都是麦帅嘛，哦。啊，拄啊，这就进来底情形。啊，为什么蒋介石啊，伊才袂当入去？哦，因为伊无参加这边的战争嘛，因是伫中国禁区。所以讲，咱作者江苏咱嘛咧讲，哦，甚至咱的秘书长咱嘛咧讲，咱台湾甲这个中华民国连一点啊关系都无，因为你伫马关条已经挂出来啊！哦啊，嘛，和这个日本天皇，哦，永远挂念日本天皇，你才会使讲这块土地阁是你的。哦，这个有条约呢，哦，阁有条约。哦，啊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哦，结束的时阵，将美国
本港再到日本，吼、哦，这就是中华民国啦。所以讲叫做支那，吼、哦，支那军。啊，因所来的情形，迄是看了吼、哦。我听阮爸爸因在讲，迄是拢用打笨打呢，啊，穿草鞋呢，吼、哦，这穿草鞋，你啊看，就是安尼啊。大家拢打笨打，啊，当兵。这叫做战败国的战胜国了。啊，咱哦，这种的奴化教育吼、哦，教安尼。我会记，我阿公，我迄阵囡仔时阵吼、哦，咱较早拢住喺三合院嘛。咱迄门吼、哦，恁阿年岁较年纪较大，恁就知影。咱迄门嘛无咧锁啊，关的了。讲阿公阿太唔爱锁，没，无查啦。迄阵透查啦。是啊，啊你啊想讲进。哦，顶几工啊，迄报纸、电视嘛报，三个妈孙啊，安尼烧烧死。原底迄个铁窗无做，啊，因为伊就掉插头咧去甲做，啊，都烧死迄三个。啊，你啊看，即卖的当今社会啊，我较等下讲到这个政治台湾，我来讲互恁听。哦，这是咱经过中国流亡，这叫做难民呐、啊，难民呐、啊。哦，你甲看，哦，啊，这咱拄啊顶，这个咱的副主席咱有讲吼、哦，这都是台湾光复节，其实这唔是，哦，这都是迄天，以当初是，这个1945年迄个年代啊，是全世界拄啊有54个国家，全世界哦，拄啊有54个国家呢。哦，啊，这就是交战国的占领日啊，就是讲战败有参加战争的，就是拢来伫这个所在签约，哦，来签约，就是讲受降典礼啦。哦，啊，有的人日本向中华民国投降，咱的教科书就是安尼写的，其实这是唔对的。哦，这是受降典礼啦。日本并无向中华民国投降，哦，这大家咱来搞清楚，迄、那个思想吼，迄、那个逻辑咱来想清楚，哦，啊，这就是这个，哦，这是彩色的啦，拄啊看，拄啊，哦，看这张这是乌白，啊，这张的彩色的咱就会看较清楚哈、哦，这有美国的国旗，哦，这并不是光复节啊。咱较早唔知影嘛，是讲好咧，又看人咧插国旗，就足欢喜。哦，啊，这个就是1949年，这个哦1946年，咱的国籍啊，何应该，我就是这张的行政命令，这个行政命令，将咱所有。台湾人规划为中华民国籍，咱的身份证，迄个身份证啊，中华民国啊，遐个邓一粒印啊，迄是消印嘛。你那是支票，你写唔对，甲付起来，安尼干咪当领？会使袂？袂使嘛，一定要邓印啊嘛。啊，而且咱后壁佫有迄个字哦。有这个湖水印，迄、那个字，恁注意看，有两个零的，甚至三个零的，迄就是中国人。他在这边已经给你区分了，已经去给你区分了。你中国人，你是奴隶，啊，因是中国人。包括你啊，18%拢底下区分的。恁较等下哪有看？有早旧的迄个新闻证，你当甲看。哦，啊，这是28。1947年的2月28日，哦，28事件，啊，这因为哈，这图片这有足济啦，啊，有迄个更丑的、更卡的，哎，迄看起来很残酷，这我无甲用，我大致上咱知影就好啊，哦，哎，看得到底是这种惨不忍睹的事安尼，哦，二八，台死偌济人，
1947年的2月28，包括经过15年，1962年省议会向这个警政署啊，因个警政署质询的时阵，咱当时是有一个户口簿查嘛，拢总126000人。啊，这个校保村讲，当800几个出来领呢，啊，为规家伙都已经拢灭亡去啊，啥物出来领？总共有42600人，包括咱的全国新社，因即嘛哦，咱遮个干部过伫靖国神社，即嘛伫日本，即2度尔，哦，暗时可能会搁较寒。阮旧年是较袂晓寒，因今年是较寒，阮旧年是5度。为什么他也袂咱当年将寒的时间，他袂过去啊？拜这个靖国神社，就是咱较早，包括咱的高沙族伫遐进京往生的，是日本天皇伫靖国神社内底在甲咱祭拜，伫遐甲咱拜。靖国神社内底有3种人咧拜尔，第一种就是日本天皇，第二种就是国会议员。第三种就是县市长交接的时阵，这3种人去拜呢。阮旧年去吼，迄是有够侪人诶。吼，这较等下，我们影片会看得到。后来，即马即个就是1949年5月19日，1949年5月19日开始戒严。戒严无全世界无人像咱台湾咧将久诶，哦，到1986年7月15日，38年过56天，哦，这戒严，这家一家有写哈，台湾省政府、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布告，哦，这家拢有写，啊，迄阵诶主席兼总司令是陈诚。哦，单行就是陈履安的老爸。哦，咱的副主席有讲，哦，伫1949年的6月15日，哦，6月15日，这个40000换1元，啊，这个40000换1元，吼，阮当初时，阮大伯讲二伯，哦，较早咱咧起分啊厝经的啊。哦，在起的当中，拄好40000换1元啦。啊，阮阿伯甲阮舅公借钱，迄两间分啊厝起的吼，起好多2只鸡啊，用伊俩，2只鸡啊。当这时，迄自杀的是偌济呢？40000换1元，迄足济人自杀啦，拢爱赔足济钱，啊，咱迄阵是足艰苦的。哦，好在咱这台湾人都有接到迄份的日本的精神，刻苦耐劳，我同他克服这个困境。哦，啊，这个就是旧金山，哦，和平条约签，伫1951年的9月8日签的，啊，伊生效伫暗时11:30生效。因恁是伫初级班，哦，所以讲我无甲你，我大致上诶迄个概念互你尔，我若甲你讲较足深，你吸收未完啦。啊，所以讲哦，恁来初级班遮学诶，希望恁会当了解，加减啊了解。哦，啊，除于恁，我甲恁讲以外，即个2暝3工，哦，啊加即个高级班，安尼恁是无法度呐完全去了解。恁若出嚟咧讲。反正恁阿个会踢到铁棒，哦，这个论述啊，话那迄那，阮在讲，阮当这是2年外前在讲哦，足歹讲的呢，搁出去弄红洗面呢，迄就是法律读无够啊。但是即马若要讲就无同啊，因为咱研究2年外，哦，在读种啥个，话人讲爱眼见为凭嘛，啊，你茫看这毋是咱话呢，这拢咱找资料去找出来。哦，拢咱去找出来，所以讲恁若是新台湾论买对，恁爱去看，
所有的问题拢伫因内底。哦，迄、那个较早古版的哈，诶、哦，那個、瓶装的是605页，啊，这个新装版的是600页，哦，600页。啊，咱若要看，这是一个经验啦，吼、哦，是我的经验。我较早在看，我是讲做工过忝，咱等下卖看，你困休息。但若透早你精神的时，看4-5篇啊，啊，该详细安尼写，啊，甲记号调得好。哦，一天看几篇啊？看几篇啊？啊，记起来上要紧。啊，你啊记不起来，你搁看30遍嘛不好。哦，啊，伊内底有错字哦。哦，咱的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就伫426页第二行甲第九行，拢给写甲足清楚。哦，伫这个新台湾论内底。哦，啊，这个我即马讲到一半，啊，那大家会忝哦。来，即咱做囡仔时阵知影啦吼，有人唔知无？水牛、水牛，我是咱那边来讲者。较早吼，即个牛车链啊，这是铁链，铁啊做诶，铁链。啊，已经到阮迄个做囡仔时阵是用红链啊，红链啊，迄铁链到着，迄脚会脆呢。哦，啊，这个哈、哦、名称呐、啊，你这店管家嘛，我姐姐的囡仔，足我看着这个图的时阵吼、哦，我足想我较早就坐伫牛车顶哦，啊，阮爸爸载鸡啊去市场卖，啊，有迄用竹米啊，用迄笼啊，啊，我就是坐伫迄笼啊底内底咧背杆啊，啊，结果牛吼、哦、停落来放屎，我唔知我伫遐背斤咧食，阮爸爸个。用迄落甲讲一个镜，迄人啊，顶着头仔，我那摔落到摔伫牛车呢。所以讲，最近有只骨哦，有要摔。啊，最近啊，唔知啊。哦，迄嘛足趣味的，较早囡仔足趣味。伊这个啊、哦，这个名词哈、哦，我甲恁讲一个，有人唔知啊。这个伊有，伊这个是无啦，迄、那个图无。伊这個有牛车器哈，规矩规矩，迄个牛车器。哦，啊，这个。这叫做牛车病，啊！伊囡仔坐这个牛车底，啊！这个牛车吼，那该迄个有一个牛车闸啊，就是在绳啊，迄、那个那背起来，这个在地头前，这个该分开啊，迄一支闸啊，扛的俩，哦，啊！这个叫做牛担，可能到小赛牛车，我赛到我这背俩。我用遐赛牛车，啊，阮刚背都袂用赛啊，赛牛车无好赛呢。哦，啊，这个吼、哦，这个就是牛尿屎啊，伊这臭客，这就是牛尿屎啊。伫牛片的边啊，这个北的，咱俗语有讲一句话，你敢知啊？唔是啦，唔是，牛尿屎啊，吼、哦，就是讲牛有尿。人无聊啦，这就是这个名词啦。哦，啊，你牛都白掉啊，当然就底下啊，你人要来，当时要来。哦，我较等嘞，半点钟后当去，如下等到几干嘛无去？哦，这个意思啦。哦，啊，这个上重要。牛皮壳呐，迄、那个牛皮哦，要卷牛皮，会足艰苦嘞牛啊，迄个。梯啊吼，啊补甲规矩红红，都对牛片安尼卷落。哦，所以讲人有一句话啊，无爱互人卷牛片，牵得行，就是这个意思啦。这叫做牛片啊，牛片牵啊。哎、啊，这条蛇啊，这条蛇啊，叫做牛片喊。你毋捌听到啦？迄恁啊，我伫遮也无甲恁讲啊，这。这台车就是较早日本时代，阮爸爸迄个年代啊，叫做货车啦。哦，较早人拢生5-6个，阮爸爸有4个兄弟啊，阮大伯生8个，阮三姆，阮二伯生6个，阮三姆生9个，都7仙女，阮生上少，阮生5个。哦，阮生5个，啊，就是拢靠这牛车，所以讲阮爸爸到即阵啊。连一嘴牛肉都唔敢食，伊对牛足
重视的，迄种牛就是拢咧敢趁钱，咧饲只囡仔，拢完全靠这只牛。哦，所以讲较早老一辈，啊，我为什么才袂安尼讲？因为吼，就是当大家吼，这拜六足忝的，我知影，我上课拢咧度过，啊，因为足忝啦。较早做囡仔时代，读册时代，啊，要阁倒来叫恁只坐几工的，才坐会掉。哦，啊，所以讲较辛苦一个。因为咱今天上课是全球有300万人在看，我伫遮咧讲，我袂使，我袂讲者，我所有讲，我拢爱负责任。好、哦，所以讲有全球，包括咱为虾米咱来爱来赴现场诶，这就是美国的国务院要求。哦，安尼明仔载一定爱去翕着相，美国的国务院内底若无看到你的相，你第几期？他不承认，他绝对不承认。因为你翕相两分钟的时间尔嘛，哦，这种咱所做的底下所做的东西，要按照他的要求。哦，咱的，我这把等下再讲。来，啊，这个咱即嘛吼，这就到这段时间，这是咱过去的简单的一个历史啦吼。啊，咱即嘛要讲这个法律，哦，要讲这个法律，这个美国的国父。哦，乔治华盛顿，哦，乔治华盛顿，伊伫这个1789年7月2号，伊向美国的国会借两本册，借两本册，经过221年，伊呾向国会，就是伊的这个华盛顿的基金会成立了，伊呾向伊，其中一本就是《万国公法》。所以讲，当这时杜勒斯在写这个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的时阵，那本《万国公法》无伫国会了，哦，无伫国会。啊，这个《马关条约》写的人，就是杜勒斯的阿公写的，哦，因世代拢做律师，哦，所以讲因迄个法律的迄个根源足好，基迄个规个种族拢来底拢在做律师的。哦，啊，这个美国国父华盛顿，啊，咱台湾有国父无？啊，有吼、哦，那个日子吼、哦，足重要的，8月6号。为啦，反应较好的可能想到，好、哦。以这个8月6号是以这个美国向日本投下第一粒原子炸弹，就是8月6号，哦，广岛这个，啊，搁一个，这8月6号有三个定义啦，有三个定义。第二个定义就是这个，咱秘书长去控告美国的国务院、国防部、甲美国总统。噶司法院，了有一个结论，就是伫8月6号，他国会放弃抗辩权，就是8月6号。哦，啊，搁一个8月6号吼，你看新台湾论看完，你的就能够达到一个结论：国际战争法，上一个叫做国际战争法，有5点。第一，海牙第四公约1907年所成立的；第二，第二点，日内瓦和平公约1949年设立，好、哦、成立；第三，红十字会全进会总章程有关战争法的部分8几条；第四，美国海军。陆战队教战所则有3000几条有关战争法的破例。好、哦，第五点，就是美国最高法院的破例，好、哦，包括战争法的部分。啊，这个，咱秘书长有请来讲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好、哦，这就是美国陆军教战守则来的第6章第1节358条。来，得说延伸出来，
咱要讲，咱要照迄个法源，毋是凊彩讲讲个俩。哦，啊，流氓政府，流氓政府袂当就地合法，就是日内瓦和平公约第47条。哦，内底，即要考军事，拢一定会考个，即拢足重要。诶，即个规章，哦。来啊啊！这个哈、哦，这个、较淡嘞，安尼有查好未？那查无好，把紧。哦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。你那如果会当移转主权的话，这拢叫做美国。哦，1989年6月12号，哦，占领古巴。1989年7月17号，关岛哈，啊个8月12号，波多黎克，啊个8月14号，菲律宾。9月7号，琉球，哦，跟2003年3月24号，哦，这个伊拉克，哦，来，这是咱拄啊，2006年10月24号，是伫咱秘书长，哦，订228去控告美国。四个单位，哦，咱对最低的地方法院开始过去，过到高等法院，到最高法院，哦，啊，咱伫这个4月7号，哦，美国联邦高等法院，哦，判决，这个案号就在这边，哦，5078，哦，判决5点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本土台湾人。无国际承认的政府，本土台湾人哦，生活伫政治的联合中。本土台湾人要搁伫美国军事政府的占领中，哦，美国行政单位应主动协助原告的诉求，原告就是咱本土台湾人，哦，啊，伫这个2010年的这个9月8号。咱开这个伫美国华盛顿 D.C. 世纪饭店开这个酒会的时阵，开完，哦，咱这个美国的公布，伊就送咱两张图，就是恁见啊迄2张图，哦，迄2张图，虽然啊，恁真有来上课，恁知影这个日苏美战，但是恁若要甲人讲，啊，未去接触到的人，你爱甲讲安怎？日属天皇的领土，美国总统占领，因迄是一个占领者，所以讲你是总统，哦，占领者就是这个人，哦，恁就是爱甲安尼讲，整个权势安尼一旦知影，你讲日属美占，啊，我哪知影日属美占，哦，你就爱甲伊解说安尼，整个全文爱甲伊解说，日属天皇的领土，啊，美国总统占领。安尼就听较有，吼、哦。来，这个啦，吼、哦，这个就是美国乔治华盛顿，吼、哦，1789年7月2号，就2本册，吼、哦，一本就是《万国公法》。啊，我拄仔讲的这个，吼、哦，海牙第四公约。这拢爱记，这拢重点，这拢重点。这里包括以后咱后壁遐要去的，所有的邻近，伫咱这4000个内底，革命先行者，咱拢是行政官。你听好，我们是行政官，不是事务官。哦，咱是行政官，咱伫下面这目前流氓政府的体制下面这个上班呢，就叫做事务官。咱后壁去的遐，就是以后因要来考试的，啊，这一定拢是会考。考的不是考英文、数学、国文，不是，就是考新台湾论。哦，你按你来看，新台湾论有偌重要的哦。哦，伫这边要考军事的头一届，台湾法理地位属日本天皇，属于日本天皇的领土。对吗？但是买啊，迄股就是现金啊。
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。语言要有三分之一以上，搁写对的，啊，遐都拢无及格啊，迄条唔对，就是拢无及格啊。为什么他要排伫第一条？他唔爱排伫第十条，排伫尾啊？你家己啥物人，你都分袂清楚啊！你以后要做行政官，要做郡守，等于害死你。哦，这足重要。来，咱即摆要讲的，就是这个法律的台湾，甲政治的台湾。李蒙政府就是中华民国嘛，伊的上司就是 AID， 这是民间组织啦，哦，这就是 AID。AID 的顶头上司就是美国国务院，哦，啊，美这个顶头就是首钢嘛，拢奥巴马，哦，咱法理台湾下面就是咱目前进就是台湾民政府。监管就是美国军事政府，伊个顶头上司就是国防部，其实是打国防部会使啊。但是伊若战争的时阵，他会自动成立一个军事政府。哦，伊个军事政府开始咧战争的时阵，第一就是海军陆战队先成立，哦，海军陆战队。啊，这个。流亡政府啊，讲到这吼、個，咱真就是安尼，尽量你唔去甲看伊个电视，你要跳脱这个框架。你若无跳脱伊这个框架，你逐工都拢是伫遐咧说尔啦，咧报安咱都安尼看。但是恁个当啊上初级班尔，你对恁那个法律，诶，迄个逻辑还阁无够好，无够清楚。你有拄时啊？你就是遐看看，等下安尼，搁看，啊来又搁无共，你就是有死去啊！包括今仔日看报纸，哦，台湾甲对国断交，哦啊，台湾搁安怎样？歹拢伫台湾，好诶拢伫中华民国。哦，所以讲讲起来吼、哦，实在有拄时啊吼。当然有就是暗时啊，安在想吼，想了就流目屎。为什么？这个政治台湾，咱即马大学毕业的去吃头路的，一个月领偌济？有30,000无？对啊，所以讲足侪少年人。吼，还是查甫有女朋友，唔敢结婚。活到三十几岁啊，阿咪安怎？啊，一个月赚20,000外块，两个拿5万。啊，你卖讲买厝啦，爱租厝，啊，佮买奥多拜，啊，你生囡仔爱佮饲啊，对无？安尼一个月5万太有够。我迄顶两礼拜吼，看着有拄仔我看着啦。去跳碧潭迄个租金啊，恁有印象嘛吼？报纸有报嘛，21岁尔，伊高中毕业，啊家境无好，一个月赚21,000。我讲这租金啊太香戆，去跳碧潭，今日真啊是咱的子女，你甲想起来看安怎？这叫做政治台湾，政治台湾，即嘛？国际原油落价，伊在起价。我输进一粒900万，要改起价1,000几块，足恐怖呢，啊嘛足恶极。即马一工啊，吼，一工咱整个台湾爱流失2亿美金，哦，2亿美金。啊，咱即马咱就是讲吼，咱啊赶紧。受分4,000亿，咱当啊向美国接证款，唔是向中华民国接证款，因为咱接到证款，就是讲要甲美国赶紧甲伊讲，你向主权赶紧向日本天皇，咱要家己管理家己，因即马咱嘛未使独立嘛，哦，咱的主权嘛要搁伫日本天皇遐。
哦，啊，变啊，当这时讲要入联合国，联合国伫蒙特维多公约内底，你要入联合国，你有四个要件。第一个要件就是讲你要有完整的领土主权。第二，你要有政府。第三，你要有人民。第四，你要有人民来选举制定这个宪法、法规甲外交权、外交权。啊，咱的领土咧，伫日本天皇遐，毋是日本政府哦。日本政府甲日本天皇已经分开去啊。哦，咱拄啊，这个主席有讲，以恁我拄啊讲过，恁是伫初级班。哦，恁会当讲较简洁，有了解，小可有这个基础了，恁才慢慢进入高级班。高级班的次第，咱所讲的对较深入。啊，恁对浅的开始了解，基本的开始了解了后，安尼恁就吸收会掉。啊，无你若来遮甲恁讲讲的，啊，我嘛唔知影，啊，迄我也听无，伤过深的你真正听无。你茫看咱这法律呢？哦，法律台湾，你像阮这边大兄的祖囝伫美国读册，法律台湾读大学，教授甲你讲讲这个次第，你也该去图书馆找啊。所以讲，因当来因迄个思考的逻辑拢加足好个。啊，咱毋是补习班个教教，就直接解决答案嘛。啊，你都拢无思考能力啊，思考逻辑无到遐。所以讲，这就是咱今日吼，咱要来了解，诶，主要的原因伫遮。哦啊，这咱卖讲啊，这讲这气死人。哦啊，这大概吼，咱都了解一下美国军事政府。啊，这个整个全文吼，我甲你讲一下，我讲两解，一个用北京语讲，啊，一个用台语讲，在美国。军事政府架构下成立台湾民政府，并且加入国际社会组织，和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。哦，这就是咱今所要做的，整个全文啦，哈。来，我用北京语讲一解，在美国军事政府架构下成立台湾民政府。并且加入国际社会组织，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。咱即马就是在试行运作，哦，咱即马在试行运作。咱有中央政治局、中央事务局，啊个决策委员会，甲参议院、众议院，甲黑熊部队。哦，咱真就是在运作啊！哦，安尼恁有了解啦吼？这方面，这个政治台湾的这个定义，安尼恁知啦吼？来，这个就是金门大学，这是一个民意啦。啊，这个就是中华民国行政长官公署，这起伫金门。金门遮在做去金门做兵的无？捌吼，金门头大概有偌济人？无介济人嘛，两三千个尔。你甲看去这间大楼，这惊死呢？这开几亿你敢知？安就是要走路啊嘛？为啥物他要去当金门？他要去当平湖？因为中华民国的领土就是剩金门。跟妈祖呢，吼、哦，金门跟妈祖，这个拢开咱的钱啊，拢开咱的钱，啊，这就是因的学校，吼、哦，这个啥？这不是，这就是因较早的海军的军旗啦，哦，海军。这个哈，就是平潭岛。眼前这一片沙地，这是沙地呢，所以讲叫做山峰连珠那边那趟。
山，啊，下面一个峰，南嘛哈，山峰，哦，这山峰，这是一，这是拢种规拢沙漠呢。啊，你啊看，这我所翕的这怪兽，唔是这两三只呢，这是一两百只呢。诶，怪兽在做工程，哦，这伫这个公司内底，你就看会到，来。家哈是要起个像杜拜安尼啦，这就是行政中心啦。进目前就是起个安尼啊，好，啊你来看大厦林立，咱的劳工保险七条外，拢起伫对，这就其中一部分啦。进目前已经两三百万人口伫遮，哦，因为这是。有足济啦，但是咱是讲法律，啊，话是讲平潭岛，平潭岛那也无虾米话啊，啊是讲吼，话人哎，都安尼正哦，我就听了足硬啦，所以讲我用一挂多样，这是眼见为凭嘛，互恁知啊，互恁了解一下，大概呢，啊有足济，但是我是用几张啊来，互恁了解一下呢，啊伊这个距离吼，伫新竹个外海68海里呢，足近呢，足近。哦，看到这个吼、哦，有都是哎，哎火也袂加个足悬嘞。回乡变聪明，发力发电最佳选择。来咱家起是用核能，啊，啊你敢知影这一支几年？这一支几年？新台票一亿了。啊！伊伫下面租的，租好了，啊用吊车安尼吊起来，吊起安拆起来，200万的台票，这拢开咱的钱呢。所以讲，恁进一个月领2万外、3万，哦，若讲到这领钱的吼，阮庄一个我较早娶某的时阵，在户政事务所的主任，伫中国过来，伊袂晓写伊的名呢。做主任袂晓写伊个名来遮当学个呢，啊，真退休啊啦，一个月领72000啊，在座有人领72000个无？无半个。你甲想，底下坐一进是拢咧顾命啦，顾命等于顾钱啦。啊，咱安尼活要拼时，我透早两点爱去饲啊卖桥啊。啊，4点半爱去掠虾啊！即落天，迄足寒个呢。啊，掠虾那偌济，800块，一粒虾输900。但是无逐工啦，吼，无逐工。哦啊，大致上，即互恁知影个。哦，啊是安怎美金，它会变颜色。敢无人知影美金变颜色个？你敢知？知啦吼，哎，这美金，有人讲，上上个月、两个月之前，就是讲美国诶，这个有放这个无薪假，哦，无薪假的时阵，这个有人哦，思想较无样好个，就讲啊，安尼，这个美金。已经要换人民币啊！哦，这是一种迄个逻辑观呐、啊，迄、那个逻辑无解好的人哦，在想会伊就乌白想啊！哦，其实美金伫10条内底有2条是假钱。哦，假钱就是讲要甲伊洗掉，变红色的。哦，这个部分。来啊！我即马讲诶，这就是讲这个苏格兰经济学家吼亚当斯密，伊所提倡诶，就是这个经济学。来，这个吼、哦，咱看这个图样，这个就是复苏啦吼，复苏、萧条、消退。咱这个经济循环，就是讲你对价啊开始起哩，起哩到这个。复苏到这个顶啊，你袂当阁起哩，
你个起哩，就变成通货膨胀。哦，这三十年来拢有一个循环，一定拢爱有一个循环。哦，咱较早差不多伫这个八十二三年，咱的经济嘛足好嘛吼。其实咱的经济好，是因为美国开放市场给咱的，这块地是伊占领的，哦，是伊占领的。哦，啊，这个到这的时阵，就搁落来，落来到地的时阵，伊会搁慢慢搁像安尼。哦，这是一个循环，这足重要诶。这个美国总统，伊就是包括掌握这个全球的龙头老大，伊一定爱有这个计划，伫军事上、政治上、经济上，伊一定爱有具备这个条件呢。要做总统，不是很简单做诶呢。啊，搁而且做总统，伊还搁伫美国。第六条宪法第六条内底有约束啊，唔是讲我做了总统为所欲为，我要安怎就安怎，不是。哦，伊嘛是做总统作讨厌，就是万国公法。一寡内底伊会甲伊限制，你啥袂当做，啥袂当做。哦，即咱简单讲一下就好。来啊，这是伫阮旧年吼，你甲看。去年咱漳州，漳州人鱼，啊，但是阮去年鱼哦，无涨干，啊，这边鱼进池啊，但是进是袂干啦，因进拢伫房间啊，哦，爱房间内底拢有放烧气，咱大是大是上好的，下面就是巨蛋，啊，进拢无人，因遐七点外，像进哦，恁伫街路来看，逐间都拢关掉啊，拢关，拢无看人啊。遐足寒的啦，啊，我都上惊寒，所以讲我穿衫领咧，啊，恁大家比我穿较侪领，哦，恁较用，哦，这是阮去年去的220几位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这都是拢原木，鱼落去，这拢鱼落去，这拢原木，这鱼拢要足胖，哦，这拢伫咱只阿里山文贵，哦，阿里山文贵。哦，啊，这个靖国神社，这是外殿，这是伫外殿。啊，你也看，咱拢穿清一色，哦，拢乌的，拢乌西装，这就是咱以后行政人员的服装。哦，咱那上高级班队了，咱的楼卡都拢有一个咱第二届的这个学员，哦，你敢娘西装，查甫查某拢爱娘。哦，啊，这一束西装加两领裤安尼，哦，这就是咱的正式服装。你也看咱去，咱伫靖国神社，这是外殿，啊，唔是讲内殿对这个行入去尔呢？不是，对经过才有一个会议室一栋，哦，对遮，啊，内底拢收起啊，啊，咱鞋也袂当穿入去，入去拢伫放伫置物柜，啊，我唔知影我买啊，人讲爱穿两双。啊、我穿一双尔，伫内底收收，行落吼，迄天拄啊零度，啊个透风，个落雨，对脚安尼寒起来，寒到规身躯安尼掉。啊，一入去吼，这入去内底吼，你爱行对这个，啊个行入去，啊当个挖过来，都、就是这个的头前啦，内底都是迄个头前。啊，阮摆出来吼，我摆，拢阮足济人摆出来，但是因日本人诶民众伫遐甲阮惊咧，是安怎台北甲阮惊咧？你一般人因日本诶民众一世人都袂当入去，拄啊咱有法度通入去尔，所以讲我伫遮吼，就是讲台湾民众有互我这个机会，我真正有把握着机会。我今日若无去哦，我找阮三姑找袂到。六十几年来，无人去甲找见。都我是以一个外省的身份去甲伊找见，所以讲今年我都无爱去，因为我去拢去遐咧哭咧。所以讲我介无爱去。啊，这是一段的历史啦，因为咱时间无啥够，我无爱讲。哦，这是因为阮妈妈亲身甲我讲，讲甲家己在哭。啊，我当了解着，我当知影，啊，都有这个机会。
因为迄南洋战争，咱做囡仔人才知影啥物南洋、太平洋，咱都唔捌啊。哦，迄是我到十三四岁读国中二年时阵，我妈妈呾佮安尼甲我讲，我呾了解着。哦，阮三姑叫杨金山，都是伫内底。哦，啊，这明年，明年咱会过去，啊，明年我都会去啊。哦，明年我会去，因为这鱼啊吼，咱鱼啊不是咧佚佗呢，咱鱼啊，咱是以考察的心态，鱼啊看人国度，咱的人民素养偌好。你比鱼啊看到一个昏头啊，无可能你看袂到啦，含一个包特瓶你都看袂到。啊，迄鱼。咱拢坐上好，咱大大上好，食食上好。迄因头一尾鱼哦，二十尾鱼啊，食，迄尾就够本啊。迄帝王蟹贵只诶，迄鱼咱220个拢总入去。我呾伫遐徛，徛一下啊吼，迄个服务生捧三盘鱼安尼，一下就了，一下就了，一下就了安尼。啊，大家拢要硬帝王蟹啊！啊，你啊看220盘，你啊看爱偌济人。鹦鹉真有，你看要安怎食？但迄面就够本啊，甚至有人一个食十一半。咱卖讲咩？吼、哦，哦，你甲看，这就是咱去日本啊去吼、哦，就是讲去，咱若行动较无方便的，咱卖去，因为目前去这两个地啊吼，人无啥爽快，就是讲慢性病啊，哦，像这。来，啊，搁这个，这个、就是二三咱要去的重要的重头戏，就是伫迄张、迄张的。嘿，这个二重桥吼，迄、哦、真正有够水的水，我唔知道要安怎讲，迄、那个感觉是真正，唔是讲咱伫只看安尼呢，家里去哦，你伫遐翕相哦，迄是无感，无迄、那个感觉真正无同的。一生当中，我都去过头一过去日本，去看到遮。有够水的，哦，这恁家己看就知啦，翕相当下就知影。哦，啊，这个就是伫这个油旧馆，为什么？这就是零式战机，马卡萨将军伊一生上含混呢，啊嘛上讨厌什么人？台湾人，伊伫菲律宾遐迄个。飞联机啊，就是伫咱台湾遮飞去的零式战斗机，将一百外只的迄个飞联机吼，迄个战斗机拢给歼灭。就是这台零式战斗机，伊顶悬这个是用叉，所以讲较轻，底油的较侪，飞较远。哦，所以讲伫迄进前，咱有法度拿伫日本伫东南亚四足破局啦，哈。会当讲安尼，达变战达变都赢，就是因为克拉克的机场，和咱的零式战斗机给轰炸掉，哦，势如破竹，哦，对，哦，啊，这个在2009年的12月15号，哦，日本天皇甲习近平见面，其实这个，咱要甲咱的。要甲天皇见面，唔是讲咱安排，咱就是当随喜呢。才排半年呢，哦，啊，伊是伊，当时是习近平是，当时是伊做总，中国的总理，哦，伊也袂做主席的，哦，经过美国有关单位安排了，甲伊见面，见面讲24分钟，讲安怎？伊讲啊，我即马中国经济袂歹，哦，经济袂歹。是不是天皇你会当将台湾来卖互阮？哦，将台湾来卖阮安尼。但是天皇甲讲，歹势呢，阮整个的风俗，阮无得卖。哦，啊，24分钟讲煞了，啊，人都唔卖啊，无要安怎？啊，偏啊懵就对啊。哦，底下讲24分钟，哈、哦。这个就是习近平。好、哦，来，啊，我即马甲恁解说一下，吼、哦，这个伫咱的网站内底吼，咱的 AID
吼、哦，这个网站内底这个找得到。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吼、哦，伫联合国是正式取得中国的代表，吼、哦，伊伫联合国二十六遍诶，这个、第26次的会议诶当中，吼、哦，已经半数通过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取得代表，哦，就是中国。啊，这个，哦，就是占领结束以台湾关系法，哦，这来补强的，这是1979年1月1日，哈、哦。啊，所以讲的 AID 是台湾关系法下，诶，台湾当局的顶头上司。啊，如果你那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，那电管台还佫有伊的定时要创啥？哦，这就是我拄啊。要讲诶，咱诶思考逻辑，迄、那个逻辑观，你若咱诶法律读了愈清楚，读愈侪，咱诶反应能力会搁较好。哦，这种甲逻辑拢有关，完全拢有切身的关系哦。哦，来，啊，这是顶一天吼、哦，这个屏东机场吼、哦、P3C 反潜机，哦，这台就是原装的，哦，这台是原装。来，啊，这个，哦，伊这有两个版本啦，啊，因为这个吼、哦，我爱互恁看会到，啊，你注意看哦哈，这台的模式啦哈，敢唔同？这台就是模型飞机啦，伊它有可能，这台是伊伫屏东机场降落，这是美国人去接的啦。哦，这根本中华民国都摸袂到，咱台湾嘛摸袂到。哦，啊伊讲吼，登机典礼，这就是一台模型飞机来的。模型飞机你就会当爬起去啊，哦对不？啊，这嘛还搁咧敢骗，啊嘛戆戆啊嘛，唔知影讲哦，那有可能中华民国袂当起哩。啊，人敢骗你，若无迄个思考逻辑，咱都唔知啊，对不？哦，啊搁一只，这阿帕奇那个攻击直升机，这是世界内底上好直升机内底上好的。伊个功能有安尼，吼、哦，有无？世界战斗直升机排行榜第一名 ，AH-64 阿帕奇吼攻击直升机，伊当时发射时阵，拍是百几粒个枪支出去，吼、哦，这一只21亿，现在21亿好，咱唔知偌好，吼、哦，啊那买20只。诶，买30只，都将近到要600亿呢。哦，啊，这是这个东海哦，宣示东海防空识别区，这是顶两天的新闻。哦，这只飞过，有两架啦哈。哦，这就是防空识别区。哦，就是间隔加东海防空识别区。哦，这个部分，哦，啊，这就是咱台湾，啊，这个钓鱼台，这个黑白画吼，画到尾啊，会中日战争了。哦，来，安即嘛吼，这个历史时刻，咱的关键人物，我要问各位是虾米人？钓一半尔。当阿秘书长无效啊，这个人无效，是咱全部哦。咱为什么要爱受训这个4000名？哦，赶紧改受训回教，啊，咱会当接到这个向美国军事政府接这个捐款。哦，这是伫遮咱今日要受训的目的。
这个关键人物拿出来啊，这个关键事情咱要做啥？哦，咱就是讲爱将流亡政府抓进去给赶走。咱的下一代，伊无可能，嘛无迄个资格，他受到流亡政府的这个扭曲、甲剥削，因应该爱过着快乐、幸福、美满的日子，对不对？有。啊，今日吼，伫遮，我非常的欢喜，啊，因为嘛足寒，吼，啊，伫遮要拜托大家，大家加油！好，我今天公告这。各位同心哈克休困啊，现在 stay one day， 请在原地稍等一下，现在要宣布那个等一下分组讨论的位置。台北州、台中州还有台南州在咖啡厅，然后新竹、高雄还有宜花东在那个一楼办公室对面的会议室、会议厅里面。就是都在一楼，然后就是我再重复一次，台北、台中、台南在咖啡厅，然后新竹、高雄跟宜花东在办公室对面的会议厅里面，然后请现在开始移动，谢谢。